认识我这两把枪。老子才是李向阳。俺是李向阳。我是李向阳。我是李向阳。俺是李向阳的老婆。什么情况？那个木兰啊，是日本人。什么？情报可靠吗？在日本那儿，咱们的同志亲耳听见的。木兰小姐，如果你对不相信的话，就在这里等我。我要木兰老师陪着我。大佐，太郎走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好了，各自。都走。听见没有？你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一点也不能说谎。尤其是对这个安 S 还有血清，要严加管理。哎。哎别怪我婶婶，你得有科学的严谨性，值得我们学习啊！哦，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。上次细菌弹的丢失，给我们的研制增加了很大的麻烦。为了所有人的安全，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来研制解药，也就是那蓝瓶的 S， 再加上白鼠的血清。哈哈哈哈！亚奈盖怪我婶婶，不愧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科学家。不过我们的事物也许您的实验更加完美，不是吗？太萨，你太会说话了。我必须在21号以前，在大日本皇军进山扫荡之前把细菌弹研制出来，现在剩下还不到4天。嗨，我得全力配合。哎快点运作。哎好事。他妈拿咱中国人不当人！我说你说什么呢？赶紧送城外埋了。小郭怎么样？恐怕是不行了。冯兰来过没？来过，他走后小郭就再没醒来。小郭，小郭，木兰，李队长在里面等你呢。真的，向阳，你回来了。没想到吧？你真是传说中打不死的英雄。没错，我是打不死。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小郭现在的情况很危急，如果再拿不到解药，小郭活不过今晚。
是。我已经知道解药是什么了，就是蓝 H 药水加上小白鼠的血清，现在就在柳川的实验室。可是我还没有弄到。你来的正好，今晚配合我。解药就在柳川的实验室。你等着，我去拿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今天白天我去过，鬼子封锁得很厉害，你根本进不去，太危险了。我想去的地方，没人拦得住我。哎，李向阳，还是我去吧。我把解药拿回来，你能行？你等会儿。冷凌，哎，守在巧哥身边，不许离开半步。子墨，上菜吧。报告队长，我说你慌什么呀？我教你多少遍了，一定要镇定。别的说，有一个皇军找你。哪儿呢？在外边。啊，在外边。走。报告皇军，这里一切。这上面的岗，那都是我的人看守。这前面全是鬼子，我可就帮不了你什么了。这边地形人熟吗？对，这边吧，原来是城西的坟地，有几个古墓呢。我原来带着几个兄弟挖过，可现在小日本在这建了实验场，都建到坟头上来了。都，你说这实验场底下是古墓？我原来进去过，可后来怕闹鬼，我就回了。丁大头，你今天做这些，我都记着了。你就这么着，进家？你想陪我进去？李队长，我这上面。你也注意着点。哎，站住！你的怎么可以偷懒的啊？啊！向阳，你的怎么还没有死？知道，老实来。解药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我的子弹知道。你要是回去，你也出不去。进来就没打算出去，刘娟不让配镜，带我去。
渡边队长，柳川先生不允许你们随便进入实验室。血清在哪？また行けてやろ。また行けてやろ。好了，等着吧。这位兄弟，外面咋了？你给我少打听！哎，我你都不认识了？上回你在我怀里乖乖的，我还给你那弟兄们上过政治课，讲过国际形势呢。去！谁跟你认识啊？弟兄们，皇军都去追李向阳了，而且今天李向阳肯定跑不了。你们。老实点，老天有眼，李向阳还活着，李向阳还活着，副兄弟，李向阳还活着，啥？李向阳还活着，真的？真的？大哥，那李向阳咋就不救咱呢？咱肯定有救了，肯定有救了。我热，小北，小北，我热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觉着应该是好了，身体发热，说明这药起作用了。鬼子，小北，别怕。小北，醒了，没事，我没事。小北，我喝水，水。来，小北。你是日本人？
谁告诉你的？如果今天晚上小郭救不活，你会不会一枪打死我？林生，你的昨天晚上的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不辛苦，皇军辛苦，皇军辛苦啊！那我们都这么辛苦的不行不行的，李咸阳的怎么进来的？哎，对呀，我还纳闷呢，他怎么就进来了？哦，你的不知道，我的知道。放开！内奸！谁？你的队伍里出了内奸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明天中午送三个人到我这里来。解药丢了，亚纳格嘎瓦三三非常的生气。我的为了平息他的怒气，要叫三个人给他做实验。大佐，可没有证据啊。不需要证据了，昨天晚上的失职就是惩罚。哎，丁嫂，如果你的不选的话，那么昨天晚上张刚的统统死了死了的。嗯。哦，丁嫂，哎，你的不要害怕啊，我的对你的忠诚丝毫都不怀疑。哦，你的妈妈是身体都不好啊，那接到这里来，我的人民医生的治治。哎，是，哦，谁来了？丁嫂。丁嫂，你的忠诚的我的丝毫不怀疑啊。小奶，小奶，丁嫂，丁大头，哎，快点好吗？啊！为了配合太君做实验，我们要挑出三个人来。这三个人是替我们大家去的，由柳川医生注射一种药，然后在里面好吃好喝的待着，这是好事。谁报名？刘嫂，你得不老实。台上不是让你自己挑吗？哎，兄弟们，如果要是不挑出这三个人来，我们昨晚上那十几个兄弟都得去死。别干去了，去做实验的兄弟，你们放心的去，家里有爹，有娘。有老婆孩子的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他们就不会饿着。
我点名了。王大雷，队长，我不想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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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勇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三毛子。李大头，我操你老婆！你他妈活得真没出息！小日本不是东西，不能再跟他们干了。啥子？我给你跪下了！哎，别！你别动，你别动！这是我们江湖上的规矩，都得冲救命恩人磕头的。救命恩人在上，受郭小北一拜。哎，小北，用不着。我磕头还有另一件事情求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得约法三章，你得替我保密。还得保密呢？你得先答应我，不然我一辈子都不起来了。行，你说吧。我记得你脱了我衣服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臭小子，那是姐用酒给你擦身子。你不准把这个事情告诉队长，也不准告诉别人，一辈子都不准说。你还笑呢？好，一言为定，打死我也不告诉。快起来吧。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，队长。小子，说什么呢？还非把我支一边去？行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，木兰姐，再见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木兰姐真好，我觉得她像我娘一样。快躺好了。你刚跟她说啥呢？我们的事你少打听。臭小子，我命令你告诉我。不，就不。来啊，走了，走。炸！哦。咱俩也没几天活头了。他娘的，这个崔富贵还真有本事啊！都三次了，小日本都让他回来了。天算人算，不如不算呀。咱现在明白了，强子说的对，富贵不傻，他比谁都精。给。
我今天要亲自看你几招，我看你还发不发烧。凉，哎，咱俩热的吧？一会儿说凉，一会儿又说热，你想好了，到底是凉还是热？凉。哈克，最后试验成功，我们必须要准确的数据。无论如何，他也是最标准的人体啊！报告！好好，太太，完了，老板，你得24小时不要脸给他，看他敢说什么话就。哎，看好了，完了，老板，带脚，带脚，哎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求你了。大娘，您身体还好？好着呢。哎，您别着急啊，要是按平时啊，他这会儿就该回来了。不急，我等他。少爷回来了。大头回来了，快过来吧，你过去的朋友找你来了。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瞧，这是我孝敬你的。你呢，是英雄，你是神仙，你跟我们凡人不一样。到了日子，我就亲自给你把这些钱都给你送去。丁大头，你少废话！我三个兄弟。我三个兄弟都成了你的替死鬼了，啊！我老娘也要被送进街去当人质了。李队长，我求你，谁没有一点血性？我丁大头也知道当汉奸的滋味不好受，我不怕死。我现在不是为我自己活着，我是为我那些兄弟们活着，我得为我娘活着吗？
瞧瞧吧。啊？一夜呀、啊？你想让我怎么着？啊？你说。大头，你那三个兄弟的事儿，我也知道。对不住。听我一句，不能把你娘送到松井那儿，有去无回。你要信得过我，我今天把你娘接走。娘，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李队长，我儿子不懂事儿，您多包涵。大娘。大头替我们做了不少事儿，现在你们遇到这坎儿，我李向阳不能不管。大头，娘有几句话想对您讲。大头，跟娘商量一下。李队长留步，这些话你也能听。爹是咋死的？小时候被个飞机炸死的。你还没忘？你当伪军队长的那天，娘哭了一宿，知道吗？娘知道你不容易，你这人打小就心软心善。可是得分什么事儿对什么人，平日什么都可以忍让，这是娘打小教你的。可有些事不能忍，忍了你就没脸对你的后人，你就没脸到你的祖坟上去磕头。娘，我知道。孩子，李队长是个英雄，你不是跟娘说过你打心眼里头就佩服他？你还说你要像他那样活着该有多痛快，可眼下有这个机会了，你这是咋了？咋又打退堂鼓了？娘，我啥也不怕，我就担心你。担心我？娘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还想早点去见你爹呢。大娘，娘都不怕，你怕个啥呀？大娘，松井那儿你千万不能去，他已经起了贼心，恐怕马上就得下手。大娘，现在没时间让你犹豫。娘，李队长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来接了，不走恐怕是不行了。大娘，您不能去。停！老夫人，带娘到后边去。他接你来了。千万不能，大头，记着娘的话，你要是当汉奸，娘活着还不如死。娘在松井那边听着呢，你要闹出点名堂呢，娘就是死了也是笑着闭眼的。丁丁家，大头，娘不能走了。我来接你妈妈。娘，我不求你了，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。妈妈，请。老夫人，让我娘去。
要是你在这打起来，我以后还怎么待下去了？你就这么看着娘去送死？我求你了！大娘，怎么起来了？我没事了，大娘。哎，队长去哪儿了？怪不得向阳子说你是跟屁虫呢，一时半会儿的也离不开。来，队长回来了。队长，肯定有张达了。喂，你，你，这孩子。准备出发。是，队长，队长。刚好就跟猴似的。队长，你们要去哪儿？带上我呗。好好养身体，养好了身体，有你仗打。刚几天就开始嫌弃我了。队长，你们是不是要去救崔富贵跟老侯啊？那你一定得带上我。今晚我们不打仗，给你留着。骗人！不打仗你们干啥去啊？我们当土行孙去啊。队长，那走吧，走吧，算上我。好，出发。我要在他们身上试一试我们研制的药物的威力，恐怕数据不会太准确。啊，准确的数据还是要等柳川一号身体好了以后再说。我现在已经是等不及了，21号马上就到了，我要看看我培养的细菌到底有多厉害。嗨，队长，把我们稀释到1%浓度的药物给他们打进去。记着，我要让他们慢慢的死去。把每一个详细的过程都要给我记录下来。哎，太君，饶命呐！我可是帮你们打仗的，太君。你们为大日本帝国做的贡献，我是不会忘。太君啊，太君，饶命啊！小日本，我操你祖宗！我跟你拼了！小日本，我跟你拼了！就是，我太聪明了！哎，吃吧。点着吧，啥也看不见呀！不能点，小心暴露目标。这就是丁大成说的古墓入口。队长，咱就从这地下走。没错。上了。哎，上了。来，我先下，你们跟着下来。好，小心点，队长。老半天咋还不到啊？这回老祖宗帮了咱们忙了，等打跑了小日本，
咱们得回来给他们上柱香。小郭，啊，你行吗？我没事，队长。队长，你听。大家注意，进入警戒区了。走。丁妈妈，喝茶。谢谢。丁妈妈，你的幸福的不行不行的，啊，你的儿子丁桑孝顺的不行不行的。你觉得他孝顺吗？哎，是。如果丁桑不孝顺的话，我得不会重用他的。什么是孝顺？太君眼里的孝顺，是对家里父母的那种孝，那是小孝。我说的是大孝，是岳飞的那种孝。哦，苏哥，丁妈妈想当岳母。在中国，太多的母亲都想当岳母，可惜呀。丁妈妈，我得跟你讲一下你们中国的历史。来，岳飞当年反抗的是女真族，哦，也就是现在的满族。那，你看现在，满族和汉族不是一家人吗？哎，平安无事喽！小时候听咱的爷爷讲啊，有一个英雄叫李逍遥，双手他拿着那盒子枪啊，左一枪嘣嘣，有一枪
需要。